你好，欢迎收看4月29号的管理甲新闻，我是陈慧玲。在5月1号这个属于劳工的节日，新北市政府劳工局首度号召辖内51家的工会，鼓励劳工朋友回馈社会，帮助弱势团体，举办新北工会行善团的活动。到时候工会将动员超过400人快闪行善，透过新闻一块去了解。在29号的记者会上，劳工局长谢振达表示，新北工会行善团前年底成立，以本身专业职能推动公益，初期以居家修缮为主，去年开始扩大为偏乡弱势学童验光配镜与钟表维修，透过才艺教学、关怀表演等公益服务，帮助弱势族群。我们是从101年10月开始成立工会行善团，第一年配合年底的一个爱心送温暖的一个活动，我们有7个工会来参与。第二年我们有17个工会参与。那今年我们在五一这一天，我们打算有号召了51个工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会行善。那主要都是针对弱势的民众，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一个独居的老人来做一个工会的一个行善。所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结合社会局、民政局，把我们的这个工会的爱心能够送到比较需要帮忙的这些民众的家里。去年经由社会局转介的独居老人蔡阿嬷，原本浴室天花板发霉，满是鼻癌，造成阿嬷严重鼻过敏。经过木工电器油漆工会修缮后，居家生活获得大幅改善。今天也特别到记者会现场见证工会善行。当然真济无方便哟，所以当时啊拿小块螺丝还家己转转，到这人今晚拢疼受伤啦。甲我换迄个热水炉，吼，啊，甲粉漆那个浴室的天花板，啊，又弄一个扶把，就都，怕我摔倒或什么的。当天我们会透过51个工会在新北市不同的地区，找他们各自想要服务的一个目标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会行善，所以我们今天开了这样的一个行前的一个记者会。那当然，我们看到我们在上面有一个标语，就17851，就是一起把51啊。我们也有成立一个 Facebook。劳工局表示，在5月1号劳工节的节日里，劳工局首度号召辖内51家工会，鼓励劳工朋友回馈社会，帮助弱势团体，特别举办行善团活动，工会动员超过400人。提供物资捐赠、义检、钟表配镜、按摩、居家修缮等服务，受惠人数将近4000人。透过行善，让社会更温暖。记者方家事务场报道。